今天的口红呢是混血口红。为什么说混血呢？是一个是色号是，这是就找一个女的放在老板头换个头来着，53号，对，是这样的，有点点粉色的。我最近染了黑发之后，感觉涂这个颜色比较好看。是，对，这个颜色，这个是比较，就是稍微有一点